格子间里处变不惊，也怕爱情乱撞入心。我给你准备的早餐至少9000天，不重要。脸上有东西，对不起，是个痣。发朋友圈宣誓主权发给谁看啊？全世界。要是你同意和我交往，你一定舍不得分手。我喜欢一个人，我就会主动去告诉他，我不会等他来告诉我的。小鱼好像喜欢你，但你说过你不会喜欢他。干爹啊，做男朋友的不行。可不是所有爱情都愿不问来处，都敢不问归途。金小贝，仁泰集团的少东家。我不喜欢爱玩游戏的二代小朋友，从现在开始从我眼前消失去吧。错过还是错付，总要爱过再说。明明喜欢我，你干嘛不承认？比我强势，我挣钱多，我能力强，所以你在逃避。去吧，职场上带头冲锋的人也要允许他的畏惧。我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因为什么原因离开我，很害怕。我不求一举成功，只要化生成你身边的空气，慢慢侵入你的世界，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但是我失败了。这是我特别为你定制的，我这一生中只认定你一个女人。从今天开始，张老鱼和淡定的故事结束了。